有冇女朋友啊 ，Thomas？ 暫時都仲未有。如果女朋友第日話唔好睇啦，唔好做啦，咁你點啊？呢個係飛咗佢先。甚至有亦都有啲導演制咧，以往粵劇唔會有導演嘅，老官自己行位嘅啫嘛。你哋點樣睇呢啲新嘅變化，係幫到粵劇更加去行前一步啊？亦或我哋破壞緊我哋嘅傳統？內容咁精彩，想睇埋落去？下載 OpenSky.tv 應用程式，收睇完整版本啦！